去台北大的时阵，糖尿病并无真详细地控制，所以拄开始应该是血压高。然后，管到后来其实拢管到200外，伫有一摆检查了后，就去住院啊嘛。啊，住院了后，当然一个就是控制血糖，另外一个医生是讲，迄个时阵我腰椎分数敢那剩20几分尔。对，所以迄个时阵医生就是判断讲，可能4年了后才洗腰椎，所以迄个时阵就去食中草药。啊，中草药嘛去开足侪钱买来食。哦，伊拢讲这药材可能无够好，都用搁较珍贵的，啊，所以就愈食愈贵，后来就变作是哦去食偏方。啊，偏方食食的，我是感觉讲迄拢是会加速咱的腰椎歹去的时间，甚至到尾啊嘛去练气功，拢有试过各种方法要来治疗。家就是体重伤过重，然后去护士连我臭头。我拢讲，因家的眠床比厝内底较舒适，一来无偌久就困去啊，习惯啊，就拢走来遮困。以前是洗暗班的，洗完了回去厝的。顶多就是失眠困袂去，后来改做是早班的，就较习惯讲早起过来食，感觉上爱延长这困眠的时间，敢那只是习惯啦。啊，即马体力是比较快，你讲啊，洗完以后下晡也可以当继续来做事。完了，等一下，我会把这图啊，拢灌入去电脑内底，然后就当将这内容啊，直接甲编排入去电脑内底去做完个的动作。嗯，我做这图大概差不多15年啊。那时阵我是有加入这协会会员，因为寄因迄个会刊给我，当我收到了，我就去甲伊开讲讲，我就讲，这物件都是哦，嘛是爱开同款的钱，根本无需要做成安尼啊。我就讲，我当免费替伊做啊。就是人收到这本，一抓准会感觉讲协会应该是真有钱，所以毋才安尼来处理啊。我感觉讲，就是我家己伫编排这资料内容的时阵啊，我感觉讲拄好，嘛家己都直接学到真侪这种，甲腰椎病患者相关的一挂知识。伫网络顶面熟悉朋友啊，因才讲我饲猫，因就讲你一定是独身啊吼，伊讲独身的查甫人啊，较爱饲猫。迄时阵较大精神，我可也是我女朋友。本来已经有淡薄无想要我的想法，可是若无伊陪伴，应该早就离开啊。伊无法度承受我随时会离开的这压力。其实本来当初唔敢娶某的原因，嘛是这个原因，因为
我会感觉讲，好好的一个查某囡仔，应该有更加好的归宿。感觉家己袂当予伊虾米承诺啦，所以阮交往遮尔久，就是一直我拢无甲伊成亲。先甲我说明，这个是家族遗传，伫个差不多十几年前去做身体检查时阵，就发现到啊。会感觉讲吼，这甲以前无啥共款嘞。我较早少年时阵吼，哦，规个人吼是安尼活跳跳，啊，但即马奈走无几步吼，就真忝啊。血检查了以后，就发现讲我迄个血液的 BUN 值吼，伤悬啊啦，已经爱西药剂啊。我听了以后吼。实在想袂到呢，啊哪会？啊本来人就好好嘞，哪会讲化西游记就爱西游记啦？何先生，你无好杂袂？啊？无好杂无？无好有啦。对啊，就看安尼，明明这无杂，那无杂，药水有时阵嘛杂无够，所以就问伊，看无好有杂无啊？气就告白。何官，妈，要出门哦。哦。出门爱加食药啊。拢是药水尔啦。这是保温袋啊，再加药水。你要赛哦，我甲讲要赛吼，好啦，互伊赛好啦。这是无水啦，不过我感觉这是足环保的，嘿，哦，环保吼，啊，这吼，也是我一个真得意的作品啦。哦、这空气真好啦，哦，啊，拢青油油的，计偌好嘞，嘛较袂独孤啊，伫咧厝的吼，拢独孤尔，出来行行较好吼，嘿啦。爱先将这个手吼洗好清气，即马达工吼，这个工作吼，变成我参像，参像食饭，工作同款啦。时间到吼，我就知影讲应该安怎做啊啦，甲食饭同款啊。时间到就爱食饭嘛，啊，一顿饭嘛差不多食二十外分啊，啊，这嘛差不多二十外分啊。即卖就是讲，这种病是一出世就有诶，这嘛是无法度，就参像爸母同款，咱无法度去做选择啊。我今日穿这条裤一直冷嘞，要冷落啊你哦。当初知影讲我有腰椎病，得西药治，
也毋过伊毋知影我当时吼走去洗药剂的，伊干那知影讲我有破病啦。也毋过因为我伫上班的时阵吼，就甲因做伙同款上班啊。我去食饭的时阵吼，我就去到迄个我的迄个会议室啊。哎，我甲门关起来，我去会议室内底吼做这个腹膜透析的工作啦。啊，因就食饭啊，我嘛等于入去食饭啊，食饭饱吼。食饭饱出来，出来大家做伙同款啊，我阁继续工作啊。所以讲，我嘛无感觉讲有啥物无方便啦，拢袂咧。对当前来讲吼，伊嘛感觉讲我参像无啥物破病款咧，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认为这个方式吼比较适合我，我这个身体甲我的工作的需要啦。你好，请进来。嘿，王先生啦，王先生你好，嘿，哦，这物件我搬去啊，咱个见面啦哦，嗯，嘿你好，这是你的老朋友哟，嘿啦老朋友啊，一个月吼见一摆面啦，伊一个月送回一摆啦，这一工爱用几多包呢？嗯，这嘛无多啊，变成食饭啦，就产生粮食啦。这若无健保局给付吼，我可能会把我的家产哦拢开了了哦。一个月吼差不多爱六万几块元呢，我干那出一百块尔，门诊一摆吼出一百块。所以讲吼，政府对阮这已经真照顾啊。所以讲健保吼对阮这种石油资源人吼，确实是帮助真大。再见再见，多谢你。关好小姐姐啦，多谢哈。我若徛喺那边吼，阮某嫌我定地啦。食饭我就等食饭啊，阮某煮吼，我伫边啊烹菜。这包好啊，晓？这包好啊，晓？这菜粿啦，饮食吼，阮某吼就特别煮啦。我逐天爱食两份的这个两白鸡肉。哦，就是一挂牛肉、猪肉这些啦，啊，遐一挂高蛋白的啦，还佫有当初爱食鱼啊，甚物豆腐啦，遐是较高蛋白的啦，爱食一份青菜，佫爱食一份水果，大概固定的啦，所以爱用一个盘仔囥的，啊，就是规定讲这边吼全部爱食好完啦，啊，若无食完吼，你家己吼赔你钱哇，啊，你家己全部爱甲食好完。我拢习惯甲菜硬回忆啦，就亲像家煮早餐安尼，因为是腹膜透析吼，两百只的流血，所以两百只都要加食挂。我是哪照顾伊，哪骂伊啦，哪骂哪照顾。就算讲足生气嘛，是爱甲照顾啊，也若无啥物甲照顾。有时阵足生气的时阵，就出去佚佗一礼拜，一礼拜会家己过看卖，看伊安怎过日子。也毋过家己阁会烦恼，一礼拜回来厝内敢会变粪扫场。伊就安尼，什么代志都唔知影，拢也袂晓做啊！伊吼拢嘴加嘴咸啦。我哪有好意思咸啦？有通食就好啊，搁咸。要出去佚佗，我拢是做伙去啦。伊若无去，我嘛袂去，我嘛无去参加。我感觉迄嘛无什么好耍，像伊无介意唱歌吼，我伫厝内就尽量卖唱。啊，若无滴，我拍拼爱哦。因为滴，我都不唱啊！啊，你的歌不是讲唱啊真好听，不是讲唱是什么雨天啊，也是啥？我点点嘛在想哦，我今仔日那遐尼啊高唱，唱啊才好听，我落去做歌星啦，袂甲你做伙，也较嫁乎你嘞。哦，真热呢。伊就是老同学嘛，几啊十年啊，对。这边空气好啦，设备好啦，啊，主人吼，招待阁真好啦，嘿嘿。
若是拍忝吼，去外口行行的，小走走的吼，搁回来吼，还阁有付啊。就是安尼啦，啊，算一天。嘿啦嘿啦，迄一天吼，真紧就过啊啦，嘿。这支是啥？啊，这支啊，就是风台天的时阵吼，我门口的大树倒去了吼，阮隔壁迄木材行啊，我就请伊替我甲做成安尼啦，为着要记载迄丛大树要扶正用的啦。啊，本来吴先生好朋友伫咧做功课的时阵吼，拢爱特别去摕迄、个皮衫的膏啦。啊，这个真短，无方便啦。后来我就想着讲，这个真方便啦、啊，我就甲订两支铁钉啊。啊，结果用了足惯势的，也是用这個，哦，然后真在啊。啊，所以有去做功课的时阵吼，伊就拿算，啊，只要这个放伫边啊吼，啊，这个关刀挂掉的，拢嘛真方便。一支手就会当拍牌。较早是停落来啦，停落来去房间内底坐啦，大家休困。也毋过发现讲吼，安尼大家拢爱等半点钟呢。那是阮细汉的时阵，得到腰子病吼，除非讲你足有钱诶，会搞老厝拢卖掉去洗腰子啊。也若无，讲较歹听诶啦。就是以前阮在长辈都等咧看日啦，啊，即马即生物科技的发达吼，确实造福足侪人诶。啊，洗腰子同款会用哦，做日常啊，一般正常诶活动啊，即拢嘛会用诶。啊，只要家己保养好好，拢会当过甲正常人同款。啊，所以伊老朋友的立场啊，感觉真欢喜。啊，当然，即身体无好，即无人管伊啊。也毋过一旦啊得着了后啊，一定是得勇敢去面对。啊，我这好朋友做伙啊来支持伊。